短麦的网友们，我是 Zini 黄智玉。然后我觉得我来韩国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因为韩国人都你要很休闲的东西都有，你要去寺庙啊什么逛街什么都有，然后是一个很好的旅行的地点。如果有机会你们一定要来韩国旅行。Hello Live TV 的观众麦的网友大家好，我是 Astro 回忆国际小姐2013的演剧 Fancy 吴映婷，我现在在甘川文化村。其实我觉得韩国呢是一个你没有来你是永远尝试不到什么叫做真正韩国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在韩国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我去那个寺庙，那个寺庙给了我很多我觉得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尝试到的那种感觉，那种平静，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来到这里最开心的一件事情。Hello Live TV 的粉丝们，我是 Miss Astro Chinese International Pageant 2013的季军陈秋萍。我这次现在我们在 Gamcheon Culture Village， 这次的韩国旅程8天嘛，我都觉得很开心，很荣幸可以来到这里主持旅游节目。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 peaceful， 而且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来这里相处，然后你们可以忘了 city life 来这里享受一下。나이젠 말